网上这不还是有寄肥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哎呀，鸡粪又臭啊又细，也打不起对了，顶多能打个半米高。粪太湿了，没得办法弄，哎呀，好苦啊，弄得累死了，弄不出来。红松啊，还有好像都皱起来的那种感觉了。你不能往下喷的，我停到那儿去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你看原来我印象中也没苍蝇呢。嗯，原来就是像这个啊，这外屋啊，外屋是我觉得是不少，有不少。嗯，你看看这个都深区了，你看看啊。因为他们苍蝇很多，他们苍蝇很多很多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机械的先拼完到分带上，我们再现在就加这个分带上这个呢，就用这个就接上就行了。这个喷完了以后，鸡子的腥味都没有，不光没有鸡粪臭味，所以特别清爽。当时才开始喷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天天就是喷完了，我就在那里感觉了。我说这喷完了，这个太凉爽了，这个。首先，像我现在看到我这个大鸡子，这个毛都贴在这个身上，毛很四面光滑亮。本来应该就在脖子上面亮嘛，那现在目前它现在已经亮，这个整个身都很亮。现在这个像我那个大鸡啊，本来就是脱毛了嘛，对吧？脱毛了以后，但是这个大鸡呢，它是喷了以后，这个羽毛就也是贴在身上贴的，就比较不像原来那个都蓬松啊，还有好像都皱起来的那种感觉了。我的养了这么长时间，没有发现过像这样。那这个营养好，那就这个它羽毛这个贴在身上，眼睛都是圆圆的，这个不像原来不喷的时间粉尘很多嘛，这个就像草上，你像第二天过来那个草上都是很多，现在泡完了以后呢，就特别舒服干净。我老会把这个就发给我孩子看，说一尘不染，干干净净，没有粉尘，这样。而且我一眼望到那个灯，像我102米嘛，这么长，一看那个灯。很干净，很清爽。我的脏蛋很少，原来也有，但是现在比原来少多了，似乎不大有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个粪它就会成那个团，一团一团的，对吧？它是吸收干了，还是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臭味没有了？是不是这个菌它把里面那个细菌吞了呢？一般那个就是打两天打一次粪的话，要打到两车呢。这两天没有了，打了一车半。臭味有改变吗？就是闻不着了，闻不着臭味。不觉得，就闻不到臭味了。嗯。嗯，以前很严重吗？就好，味道不大有了。就是都没有味道了。嗯。哦。没得话，里边刚出。好，谢谢。它那个手机就是监控的，然后它那个弄完了，它的氨气是非常降的非常低的。哦，监控的。对啊，对，它那个粉尘。那个系统啊。对对对，它喷那个检验喷三次呢，粉尘就非常低的。嗯。啊呢。你说原来要比原来臭味是小多了，少多了。你都轮眼对，是吧？臭味少了，而且那个这里边啊，我感觉就是说那个苍蝇也少了。你能感觉出来苍蝇是少了？能感觉出来苍蝇少了，是吧？就最主要就是那个这味儿。啊，主要是味儿，主要是就反正我觉得就是没，几乎就是现在进去就是我这您要是往这里边一走，几乎我闻不着味儿。阿姨他们有跟我讲，这都有改变蛮多的，真的有很改善很多，比较干净一点的，改善蛮多的，粉尘的、臭味的、大便的，全部都比较干的，都很慢慢的，就真的是蛮
蛮好用的啦，蛮厉害的，真的就慢慢怎么改善了。我觉得有使用 BDH 的是比较干一点，然后颗粒状。平均就打三顿，平常都打三顿七嘛，就到最多只能三顿二到三顿四而已、啊。所以一天降300公斤。对，之前的食疗率是三顿六到三顿七，现在是两顿九到三顿三之间，减少到300到400。蛋量有降吗？蛋量没有，蛋量比较稳一点，很稳。应该是比现在时间粪便干了一，比较干，比那个稍微干一点，出来以后啊，粪便的 Q 不那么臭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拉过来鸡粪很臭，现在基本上很少听到臭味，不臭，就是有点膻味。哎呦，什么像酒糟的味道啊？好像酒糟的味道，酒糟的味道是吧？然后和第一次的那个苍蝇对比来说呢，少了，少，应该少啊。现在笼子底部啊，底部铺的网子上面沾的鸡粪呢，要少得多了，比以前要好多了。前段时间笼子上面沾那个粪呢，厚厚的一层，所以说是这个冲刷机设的时候就很费劲，用水用得多。现在看来应该好一点。后面黑黑那个粪便呢，我们找个场地去把它堆起来，用辅料扎起来，这样它解决了整个生态，先解决生态。腐殖土发酵液 A， 腐殖土发酵 B。它这个其实水量没多少，它水量没多少。这个里面掺的是那个稻壳，现在我弄铲车就能逮了，不要弄挖子了。慢慢逮好，就是你学着经验来做的，你要自己多动脑筋，九月翻山就做，做完了以后，我告诉你，到时间你到那边就指挥人家了，这么做，这那么做，对吧？温度都已经到达75度了，在不放炮的情况下哈，它也是完全没有臭味的。我现在。蛋蛋都要煮熟了，要煮熟了。发热了，发热了吗？就是说冒热气了。真的冒热气？对。很多吗？可以、啊。还可以。那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灰白菌，那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可以看到它一直都在冒热气。嗯，土的味道一点臭味没有。哎，已经就是那个滚烫啊，特别滚烫啊，那个发酵的那个。觉得大概有多少度？这个啊，有，反正有50-60度，六七十度了吧？六七十度，是很烫手的状态。看看，我这个手套都是戴着手套都能感觉到烫。啊。土壤本身的那种就是物质，就是很相近的，为什么？基本上就是加入土壤里面就成为土壤的一种成分，有机肥的话它还需要一个转化，有机肥的分解然后转化成土壤。在这个户圈里来，广西户圈里来，台湾的彰化鹿港这边，然后它是利用猪的污泥以及做香菇的那个太空包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。不会臭啊？会臭吗？不会。倒是没有臭味了。有点那种腐蚀的那种，就那种说不上来那种木头那种腐朽那种味儿。对，腐蚀。也有点像腐肉味。腐朽那种味。那个腐朽那个木头那种味道是吗？对。有点像巧克力的味道。对，巧克力的味道。我都做的时候就没有苍蝇了，蛹也特别多嘛。啊，这个
没有鸡粉的味道，有点发酵的那种味道，总不臭吧，不香香的那种感觉。其他就是个土比较疏松一些，没有以前老是土那种白净那种感觉。啊，然后捏一下。太多了，小一点捏。我天哪，这就是活性的腐殖酸了。对对。现在这边这样一顿卖多少钱？台币9000块。美金多少？大约300。